你每天睡几个小时呢？很多人认为睡八个小时才够，其实不是。这是美国医学会杂志有最新的报告了，他们说什么呢？七个小时啊，其实是最好的睡眠时间，会让死亡风险最低。好，有超过32万名的成年人参与这个测试，平均年龄54岁，经历十几年的追踪研究。那实际上得出这样的结果，对男性来说的话，睡眠七个小时最好。如果说你再增加了一个小时，变成睡八个小时，死亡率增加9%。那依次到最后，如果你睡10个小时啊，你的死亡率就会增加43%。好，另外在女性的部分呢，睡眠时间比七个小时多或是少，其实都不好，死亡率都会增加。好，不过说到这个长寿的问题，也不是只有睡觉的问题，吃也很重要。挪威有最新的研究成果，40几岁的中年人，你只要吃得更健康，预期寿命可以再延长至少8年的时间。如果是我们刚刚讲到了40岁你就开始做健康饮食的话，那男性呢，你可以多活将近9年，啊，40岁女性你可以多活8年7个月，延长到86岁。主要有一些吃东西的原则，大家要掌握所谓的二不一要，什么呢？就是减少摄取含糖饮料，减少摄取加工的肉类，还有就是增加啊，像是可以摄取坚果或是全谷物的部分。那英国健康饮食也强调了，除了蔬果蛋白质要多吃，量要足够之外，重点别忘了，还要记得多喝水。好，不过说到年纪大。